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盖。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来听众见到有人玩恶魔太妃这角色了？王菲最爽的一件事啊，也是很多人都做过的，拿游戏偷摸造核弹，强服器直接结束游戏啊！啊，当然核弹如果被猫发现了啊，这就不得不老梗重提了。不对了，没事，我手上是最安全的，我手啊！啊，当然这个宝哥不是很推荐了，因为恶菲被削过嘛，现在做核弹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啊。但是如果遭遇到疑似同胞卡组的猫，就很有必要了。今天这些视频，宝哥玩恶菲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了，遇到国服前排牛弹啊，哇，这局打真是状况百出啊！明明呢很稳拿下的局啊，却打得惊心动魄啊。OK， 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哎，那记得先给视频点赞，让回到这局游戏吧。打多了天梯啊，每次看到牛滩凯特图茨这些猫都有点慌的，就很有可能是同胞，对吧？那这把宝哥本来想一输快乐宝嘛，是吧？还真选对角色了啊。那这样其实是拿了两个蛋糕嘛，炸了一些损还可以的，而且打法思路变啥？本来平时宝哥玩恶飞都是先点把被动嘛，那这就可以先点把复制啊。要来，打他，抓门去了，有球追的啊，对，有球追，左边有队，有队。跑很快了啊！兔子还开门的兔子演员，他不来我这把小子。猫在我是随便推随便推。没熊追的。哎呦，大叔技能在我这，大叔冰雹心。敢在这块抹布里玩我？来了，小鸟来了。死了，一下不上上外挂。哎，丢，我只能丢一个这个，我身上没东西了。哎，别抽了。纯粹是不是一个叉子啊？帅呀！说实话，宝哥很羡慕他们去打架。但说到底啊，恶飞还是奶奶味嘛，那本职工作还要先做好的。来呀，我再做呀！我下去啊！他踩国王。他很馋。哎呀，他很馋。那小子开霸体了，打他！哎。这小子不会是同胞牛他吧？真有可能！哎、我这把真选的角色，把我抽了。他不是同胞，同胞别往我这走呀！抓！不能稳一点吗？你抓我一下呀！有穷追线破了 啊！如果他穷追线破了呀，哎，同胞兄弟，确定同胞啊！你们有那罩包就留下，他确定同胞了。集约啊！好快的刀！对他带了金，他没有熊熊啊，他没熊熊，那就只有同胞了呀，他没东西带了呀。金鱼同胞是吧？对啊。哎，完了，走不掉，拐刀被抢，两下刀再喝盾开炮。你们有炸包给我看到就，哎呦，没炸包吗？帅呀、啊！炸到猫！你们有炸包给我？哎，我太牛了，我踩碎片了。给我复制一下啊！快死！两下。兔子救！你没乌龟的，兔子救直接秀的。兔子救不打的，让兔子救漂亮。抽什么？兔子救被抽死了。我顶不打，他死，救漂亮，这波拖延好。走。哎，你们我拿这蓝瓶吧。哎，你们有炸包吗？给我来炸包呗。谁呀？这么多香水呀？你们有炸包，给我来炸包呗。刚才开的大炮。来，我说哪里？但是我走不掉了。有什么呀？你要控制什么？我要大炸包。拿个蓝瓶吧。能救吗？好救吗？我来救。我看到炸包了。有拍子。我看炸包了。往上走。不开炮。哎呦我靠！什么鬼？哎别！抽死了！抽！哎我靠！我给你灌这个核弹吗？被抽死了。对我被抓到带走了。哎不是核弹，我们还没造核弹呢。哎呦真服了，我看那个蓝瓶怎么丢地上？我不守你吗？那我能走了啊！我先造核弹了。我能走。我先造核弹了啊！不要，我等我。他在最左边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三带走。先核弹造。来，我再起个风。那起风推完了，推完。哎，我蓝瓶了，都给我拿走了。你这个小子，你有蓝瓶吗？我这两个造包，兄弟。买呀，又不贵。我没有啊，我直接买吧。我这蓝瓶就是买的，就你买过了啊。哎，这抽晕我了！兄弟们，真这都离谱啊！哎、我被蒙上眼睛了！哎，他真头吧？你先撤小子！你在哪？我在上面！兔子救！没事，太大了，我用铁血，再见！他真头吧？我救吧！下去、啊，猫！哎呀，这里宝哥笨蛋了！我点了你被动满，血要回满了，注意力也没在你血条上啊！加上快飞了，比较着急了。我怎么是一下死啊？哎，稳住了！哎，不着急，等我！哎，不，还能救！
人，他带着金鱼，他带着金鱼啊，就先走吧，是不是？真先走啊？我捅爆什么？不，我何大熊嘛，真先走啊？好吧，可以走吗？等我，等我，真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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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烟斗没了，烟斗没了，烟斗没了，三倍，三倍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就这里了。就这里了，等一下下来，等一下换吧，换吧，换吧，换吧。我救。等一下，走吧，死牛，我是征服了两个牛，真来我这，兄弟们，真来我这，求你们了，我有啊，没蓝屏，真来我这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先来卧室，你们有了千把个蓝屏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在 CD， 停下，慢点停下，慢点停下，等我，我都被这个鸟。弄得烦死了，他这个牛牛牛，不着急，就一个两个核弹，这是兴奋了，这是很兴奋。直接干开了，兄弟们！有棒的吗？来棒吗？马上有！你业主有吗？都快钱都要满了！我也可以买，但是我在 CD 很多草包，你着急？钱都要满了，这个钱都去！你两个草包就砸，直接砸开了是吧？啊，这砸开了！这不是有钱吗，哥的？我 CD， 我在 CD。这不是有钱？哎呦，他要把这个草包两个箱子，我就两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他在这。我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燕子，燕子，核弹来了，来来拿啊！你们咋也可以吧？啊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去，快去快去！你快回去，快回来，我把钱开了。哎，你等我，哎，我这，哎，这个恶飞，我这个角色杀了吧，太暴击。来，跟我进去，你们快拆！我历史不远。核弹了，快走！直接丢，直接丢，直接丢。接了接了接了，哎呀，别着急，等我嘛是吧？就稳赢那局啊，是稳赢那局。看到你这个核弹，我都害怕。不是恶飞，他给削了技能的 CD 啊。回来了，这局打的真的是啊，甚至宝哥看回放才知道，我最后才抓了两个炸药包啊，啊真的是啊，慌慌张张的啊。恶飞虽然不打日本了，不过这决赛挺好玩的。OK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点关注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